好，开始，我们这个是第三个啊。第三个的话，我们还是点这个安防监控，还是点这个智能摄像机二维码配网，然后我们点击这一个，然后这里还是那个，然后我们再把它这个上的去扫一下就好了。好，听到提示音一声就好了，听到提示音，它会有滴的一声，听到了之后。我们就静等这个两个设备，匹配一下就好了。稍等一下。好，他听到这个，这样的话我们就连接成功了。他刚才语音已经播报了，添加成功。啊，我们点击进去。点击这个智能摄像机，我们点击进去就好了。完成。它会有一个，然后就这样的话就可以获取这个视频，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这个是可以那个获取的。好，OK。